定的时候，学地藏王菩萨尽落所有众生的中阴。这个世界上49天之内中阴有多少啊？跟他说法，然后每天多少的动物被杀，你要跟他说法，先给他点个灯，这个光就照在他的身体，然后呢让他看到净土，然后呢跟他说法。你在打坐的时候就入了众生的中阴，慢慢的去度对方。你可能一醒来，哇，2点钟啊，那都没记得生啊，因为你很认真啊。如果你只是为打坐而打坐，你会这边痛啊痛啊酸啊，这样顾家里咋问下课啊？但是如果你很认真的在想着对方如何离苦，你一直在帮助他，一直在帮助他，也一直在超度他，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。这个叫入定了，所以哪一种入定最快？就是利他的慈悲的入定最快。所以有时候我实在没时间，因为我会去地狱道、然后恶鬼道、动物道、人道，我跑了这么多地方，什么样的人，然后呢，天道、阿修罗道都要去走一遍，都要尽力来帮助他们。那你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，但是是值得的了。就像你念欧玛尼贝咪吽，你要念10万遍、10万遍，因为你要念完所有众生啊。你念阿弥陀佛要念完所有众生都往生净土，所以你要花很多时间。第三，念佛往生西方，所以我们去助念，我想对我们对往生西方会更有信心。有一种助念，我也觉得，咱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哦，咱来投胎来做人，这哎小心。我有时候会跟对方说："你蛮猛，对方的艺术，对不对？你喜欢投胎做人，对方不见得适合投胎做人啊。对方除非他已经到达某一个阶段了，对他来讲，投胎做人不会颠倒，那可以。释迦牟尼佛还是我们希望我们大家愿生西方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再来做人，品质高一点了。"各位，你要下来直接做董事长，还是要下来先去扫厕所？意思是说，你要修好，下来直接就有威德利利益众生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修到这样，而不是说，投胎来做人是错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也是说，因为你既然要行菩萨道，你为什么不做圆满、更圆满的、充满了一智慧跟种种的能力再来？所以往生净土，现在要努力的是念一下发菩提心，但是一定要劝人往生啊。投胎做人呢，那是秘法秘密的啦，那是少数几个人可以的啦啊，这一点要了解。好，我们也念一下超度的功德。一，以投胎的众生超度轮回于各道之中的众生。先王父母六亲眷属为他们超度，可以使他们在所生的各道中得到福报利益，减少痛苦，种下接触到佛法的因缘。我想超度不是光往生净土，也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往生者到底到哪里去投胎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不管他在哪一道，对他都有帮助。特别是投胎做人，如果他过去没有做很多的布施，投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投在一个边地啊，那你现在你帮他助念，你帮他做点功德，买个面包，你又帮他放生，他变成他的福报就会大一点，他的家庭会比较有钱一点，他将来出来工作会很有福报。所以不管他往生哪一道，那么就可以得到福报，减少痛苦，更重要的希望他种下佛法的善根呢，也就是说我们帮他皈依三宝啊，所以念佛，包括我们早晚课都会念皈依三宝，希望包括我们刚刚在放生有没有念三皈依啊，就种下这个接触佛法的因缘。第二，为中阴身的众生超度。中阴身是指死亡后到在出生之间的境界，一般约为49天。中阴身的超度由拉玛先勾召处在中阴身状态下的神士，使他们欢喜前来听闻佛法，再进一步使他们因为听闻佛法后意解心开而得度往生阿弥陀佛净土。那对于藏传佛教助念，
那上师必须要学这个勾招中阴身，然后进入他面前，然后写个牌位。那这个中阴身他们有一些迹象，像风啊或什么，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来。这样，这是他们的经验。那对我们汉传佛教不会太重视这个，那因为我们就会求佛的加持引导他来啊。所以，甚至如果你愿意，那你就直接念地藏王菩萨。因为地藏王菩萨哪怕他现在中阴身在受苦状态，也可以把他勾召来啊，然后再来是要引导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那当然勾召他来以后或是写了牌位，那目的就是要给他听闻佛法心经啊、往生咒啊、皈依啊、带他忏悔啊、为他做功德发愿啊等等等等。特别是家属啊，家属说我现在要为你念七遍地藏经，我要为你去救多少鱼啊，念一下至少七尾众生。那因为检点说了，往生者你帮他帮放了七只生命，他至少不会堕落地狱轨道出生道。所以何况我们做了这么多了，台湾的好处是便不便宜啊，便宜，那蚯蚓真便宜啊啊，所以有土地就可以救。那我们最近苗栗红海院又开了一个很大的乌龟池啊，救的是那个最大的乌龟，看哪一面啊，然后呢环境很好，那旁边的土呢再给它挖松，让它 有肥料啊，可以养很多红蚯蚓啊，再把它盖起来，不要让它晒太阳，不要让它被小鸟吃，对不对？喂它，那这个乌龟跟蚯蚓不冲突的，那乌龟的水又可以滋润这些养蚯蚓的水，可以让它保持潮湿，但是无论如何都是要跟他们结善缘。第三，为杨氏人的超度法会中的长生入位，父母及六亲眷属增加智慧及福德二资粮，清净无始以来因无明所造成的业障，并能去除病魔，增福延寿，使法界无天灾、水灾、冰灾、风灾、火灾、瘟疫等危害啊！所以消灾排位的功德，只是我必须强调，就是说，很多信徒希望写，但是我们希望寺庙慈悲啊，慢慢改成随缘就，有钱没钱都可以写啊。那当然，寺庙是有寺庙经济上的需要。但是如果你越开放一点，信徒也会自然布施。那如果信徒不布施，那反正我们就多慈悲啊，多修一点戒律啊，自然有福报，对不对？所以台湾的很多持戒道场啊，有福报都很大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喜欢去供养嘛。所以我想在这一点，佛教还是要恢复一点清流啊，啊，特别我认为台湾很重要，因为台湾。因为这些大德们到台湾，把大乘的教法，乃至呢南传法教、藏传佛教，也留下了很多殊胜的教法在台湾。那台湾对整个世界的佛教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因为我特别我在海外跑来跑去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就是生在台湾学佛，还是生得很有福报啊。所以每个地方呢，对台湾的佛教都很尊敬啊。因为在认为里面这个教法很清纯有传承，所以为了如此，我认为台湾的寺庙啊，更应该表现出每一个寺庙一个本质的清净跟慈悲，要让很多人喜欢这个教法。不分你是修哪南传的、大乘这么多宗派、密宗的都可以，但是就是要清净慈悲嘛。那我想表现最容易的就是牌位，点灯牌位。这个牌位一张才多少钱？几毛钱？这不需要给人家收钱啊！因为最多放个功德箱，愿意布施就布施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，我也告诉很多信徒了：如果你光写牌位，没有布施，牌位也不太容易超度，因为它功德不够啊！啊，你既然帮这个往生者写个牌位，我帮你放生100块，我帮你供花100块，我帮你供生100块，那才有功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是一种教化，而不是一种规定啊。所以要主动的去做功德啊。
像我现在又设计一个表，比如说我写了50个项目，各有比例，几%、2%、2%，你只要布施10块，然后呢，就请会计把你这10块分成50个项目都布施完了，你有劲不？但是问题是会计没时间，就重点是功德箱你投下去就好了，反正他投好一个月就把这些钱分开，反正只要投下去的，通通功德做完，你看这个道理好不好？不投也无所谓了。我也曾经看过很多信徒，就拿着手套就拿一块，嘣，麦克风垮了，嘿，坑落去。哎，这个有技巧呢。人家拿钞票，他拿，嘿，你不垮，以后干脆放了袋子好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因为我认为你要超度对方，一定要他什么功德都做到，他才高兴啊。那个人因缘吧，10块、100块、1000块、10000，这是你个人因缘吧。那这样以后，这个钱就可以散发到每一个单位去帮助吧。只要是道场都给他分配，对不对？只要是慈善事业、老人院都给他分配好，那这个功德大不大？就像别人托你100块，哎呦，我给你分成200个单位，把你这个5毛钱都把你布施完，哎呀，这个人真有心啊！那我想应该是维持这样，也不是说不要钱，而是说功德要自动发心随缘。那我们接受到这个钱呢，也要把这个钱分配到非常圆满，让他样样功德都具足，所以双方面都很认真，这是维持佛教的一个好的现象啊。所以为洋上的人超度，那现世父母、家中6亲眷属，真福真慧啊！记住啊，佛教是为了这两个，你不要一直光修福德，然后没有空性的智慧乃至帮助众生的智慧，慧是平等，智是方法，善巧方便啊，用什么方法。但是你也不要每天光看经典却很坚定不愿意布施，那也不对。这佛陀要我们布施、持戒、忍辱都要做啊，做义工也要做，那这两个都要做，就可以清净无始劫来因为无明所造的业障乃至现世的所有障碍。好，第四，来为女士冤亲债主与3恶道众生超度。如果我们以大悲心等奉行善事，并将功德回向给他们，且以传法诵经来度他们解脱。好，所以各位每天都会做各种的修行跟善业，哪怕布施一滴水啊，点一支香，但是记得要回向给累世冤亲债主。这个冤亲债主不是一个啊，今天你突然头痛，有个冤亲债主，你把它写一写，吃个药好了，然后可能过几天又来了，不是这个，因为你在不一样的时间因缘点，就在那个时间他又现前了，又有一个冤亲债主。所以我们杀业有杀业的冤亲债主，口业有口业的冤亲债主，邪淫有邪淫的冤亲债主，各有各的冤亲债主，但是层层不断，但是我们就永远永远精进就好了。而且我发觉冤亲债主好像一次不会5、6个找你，好像你这个身体就一个站好，就像一个太太，这个是我的，除非他离开另外一个又来，这样，这是我现在的经验。除非他们俩性质完全不一样，就杀业有一个冤亲债主，另外是金钱冤，这两个有可能在一起，但是不可能两个杀业的债主一起来。就是说好像有这个现象。所以但无论如何，所以我们有累劫累世的这么多冤亲债主，但是对一个已经在超度冤亲债主的人，你千万不要说这个超度完了就放松了。像我每一场法会我都写我的冤亲债主，我每一场都写而且我还要写什么，来，今日法会所有参加者身上各种冤亲债主，堕胎胎儿、动物亡灵、无形有情，这样写还不够，40个，每个给他出200块，每一个帮他做功德，这样就不会跟我了。我不是这个自私的，我是说我要慈悲了。那这样以后我这场法会没有浪费时间，那各位来的越多，我结缘的越多嘛。而且牌位我每个都帮他写，今日法会现场所有往生牌位及往生牌位的冤亲债主，我也又写一张，
然后呢，每个月就帮他出两三百块，所以两三百块不是呢，总共